非常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关于这个在边缘计算场景下面的安全的模型分析跟那个跟这个保护的一些实践。那么今天这次分享呢，主要是由我来自杭州 HarmonyCloud， 以及我身边的这位来自华为的技术专家鲍月一起来给大家做这个分享。那么首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我的中文名字叫做魏欢，英文名叫做 David。 那么我目前是在我就职于杭州协云科技。那么杭州协云它是一家专注于做这个基于 Kubernetes 的这个 PaaS 私有云建设的这么一家服务供应商。那么我本身我是在从事这个边缘计算开源项目 KubeEdge 的这些贡献。那么目前我是 KubeEdge 项目的这个技术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那么同时我也是CNCF 的这个云原生大使。那么在我身边这位鲍月呢，他是目前是华为的技术专家，那么同时也是 KubeEdge 项目的这个核心的 maintainer。 OK， 那么在讲这个关于边缘计算的安全之前，那首先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边缘计算的背景。那么边缘计算的背景它是怎么样的，就为什么要引申出边缘计算呢？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三点来理解。那么第一点呢，是从这个云计算资源的角度。那么我们传统的这些计算呢，都是放在云中心。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这种边缘的这些节点的加入呢，那么如果说所有的计算都放在云中心计算，那么就意味着我云中心的资源呢，可能会受到冲击，因为云中心的资源终归是有限的。那么第二点就是从那个网络的角度。那么网络呢，就是因为它有些很多的边缘计算场景，它的边缘节点跟云中心之间的网络，它有可能它是不可靠的，它可能会有抖动，可能会有这个甚至是断开。那么在这种中心和边缘它的网络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下面，那么我们就需要引申出边缘计算的概念。就是我怎么样在网络不可靠的场景下面去依然能够给这些服务去提供稳定的这些给这些应用提供稳定的这些服务。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从我认为也是最直接的，我们要从这个应用对于这个响应实践的要求，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边缘计算。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应用它对于这个网络的实践要求是不一样的。以我大概有七八年的从事边缘计算的这个行业的经验来看呢，一般来看就是说我应用的对于实践的要求大于200毫秒的，那么这些应用一般可以部署在云中心。那么如果说我是在大于20毫秒小于200毫秒之间呢，那么这些应用呢就是一般可以要部署在这个边缘。那么甚至有很多它的时延的要求是小于20毫秒的，那么这些应用的应该部署在端侧。所以呢，边缘计算它也往往跟一个概念结合起来，叫做云边端的协同。就是我怎样通过这种分布式的分级的这种云边端的架构来满足我对于不同时延响应要求的这些应用的对他们提供稳定的这些服务。那么我们知道原生的 Kubernetes 它其实是适用于在云中心的，因为 Kubernetes 它的 overlay 网络就是说默认就支持说我的每个计算节点每个 node 它的网络需要是互通，而且是要实验是要很小，要非常稳定。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了说让 Kubernetes 去支持这个边缘计算场景，那么我们就提出了就设计的 KubeEdge 这么一个项目。那么这 KubeEdge 项目呢是目前 CNCF 里面是第一个就是基于云原生的边缘计算项目。那么同时呢，它完全是基于开放治理，它呢是目前已经有1500多个贡献者，那么有7600多个 star 2100多个 fork， 所以它是目前是
可以说是目前基于 Kubernetes 基于云原生的一个事实上的一个边缘计算的标准。那么为了实现在边缘计算场景下面去支持这些云原生的这种架构、云原生应用呢，那么我们是基于 Kubernetes， 就是我们做了一些额外设计的一些组件。那这些组件呢，它本身跟 Kubernetes 是无缝兼容，它不会对 Kubernetes 造成任何的这个侵入。那么我们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主要是设计了一个叫做 CloudCloud， 我们在云端设计的 CloudCloud， 在边缘设计的这个 EdgeCloud。 那么我们去理解 CloudCloud 跟 EdgeCloud 呢，那么我认为最简单的方式是说，我们还是从 Kubernetes 的这个原理出发。那么 Kubernetes 它其实它原生的对象可能有这个云中心的这个 node 的这个对象，还有这个像这些 deployment 啊、stateful set 这些应用层面的对象。那么它是没有说关于这个 device 设备的这些对象的。那么我们为了支持在边缘去接入很多边缘设备这些 device，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 device 这么一个 CID。 那么这样就能够使得 Kubernetes 它能够在这个 etcd 这个层面去识别到这个有这些边缘的 node application， 然后 device 这些对象。那么我们把这些边缘的节点、边缘的应用以及边缘的这些设备、这些 device 都作为一个对象，把它存储到 etcd 里面。这样的话 Kubernetes 就能够完美的就能够认识到这些节点，并且把这些节点设备应用都能够向 Kubernetes 原生的这种 API server 它认识的这种方式，然后来对它进行这个管理。那么我们从这个图里面还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了接入很多设备呢，那么现在KubeEdge 就是通过这种 device mapper 这种形式可以去接入不同的这种设备协议，比方说Modbus、Bluetooth 是吧， OPC UA 等等这些能力。那么总体上来说，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解耦的分层的架构，使得KubeEdge 能跟 Kubernetes 能够完美的进行融合，去实现边缘计算下面的各种场景。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边缘计算的场景下面也有很多的安全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原生的 Kubernetes 它的所有的节点应用都是在位于一个数据中心，那在边缘计算的场景下面就不一样，它的一些边缘节点它很可能都是在数据中心外面的，甚至它很多会裸露在这个自然界中。比方说它可能是一个 edge box， 它可能是一个边缘的盒子，一台工控机，可能是在户外。那么 Kubernetes 原生的他认为，就是说我所有接入的这些节点和应用和我都是认为我都是安全可信的，但是在边缘计算的场景下面那就不一定了。我可以比方说我把这个边缘的 node 我把它拿走，我里面去装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木马程序，我再给它接入到 Kubernetes 集群里面。那 Kubernetes 你如果说你不做出任何的这个什么调整，或者说这些安全加固的话，它还会认为就是说我这个节点是我安全可信的。因为我们知道 Kubernetes 原理它就是通过 token 的方式进行 join， 那么 join 之后它会生成一些证书，那它只要你这个边缘节点上面具备这个证书，那么它就可以认为你这个节点就是我安全可信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是网络，还是因为原生的 Kubernetes 它的一些刚才我所提到 token 也好证书也好，它是 base64 的加密方式，也包括很多 secret 也是一样。那么我一旦如果说我有一个黑客，我劫持了这个云和边的通信网络，我就能够劫持到你的这个 token 信息。因为它每次 Kubernetes 它的原理是说我 node 跟 API server 之间通信的时候，它每次通信的时候它都会携带上这个token 或者说证书信息，那一旦我劫持了这个通信，我就能够去伪造这个证书，或者说我能够直接利用你这个 token 或者证书信息来跟你这个中心进行建立连接通信。
那么第三点，我觉得也是在边缘计算场景下面最关注的一个挑战是说，对于边缘的这些数据，甚至是知识产权的这些安全保护。因为很多在边缘计算，尤其是在边缘智能的场景下面，它有很多第三方开发的，或者说是我们甲方用户自己他开发的部署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模型，是吧？这些模型，那么这些我本身模型需要得到保护，那么另一方面我模型推理以后产生的数据需要保护，那么在这个边缘计算这么一种分布式的甚至地域隔离的这个场景下面，我边缘的这些数据和知识产权怎么保护，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OK， 那我时间有限，那么下面的话就由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抱怨这个华为技术专家来给大家进一步的去深入去解析，就是我们 KubeEdge 在这个安全层面所做出的一些很多努力。对，谢谢。感谢魏欢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一下 KubeEdge 在安全方面做的一些工作。魏欢老师刚才也说了，其实云原生边缘计算也是一直面临着很多安全的挑战，而且近几年也是比较受到用户的关注。那作为业界首个云原生边缘计算项目，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去实践出一条进行安全分析安全的一个增强的一条那个方法，能够对用户或者说 vendors 有一些比较好的指导或者说启发作用。那这张图呢，其实就列出来我们近两年来 KubeEdge 在安全方面做过的一些工作。那首先是我们联合了 CNCF、OSTRF 开源技术改进基金会，还有 ADA Logics 公司一起完成了 KubeEdge 的安全审计，对 KubeEdge 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安全评估，并且输出了一个审计报告。在报告里面呢，也是分析总结了 KubeEdge 项目的安全威胁模型以及可能面临的一些相关的安全问题。那报告里面所涉及到的安全问题，目前社区都已经修复并且正式的发布出来了。第二个是就右上角这边是 KubeEdge 是 CNCF 首批集成了 fuzzing 测试的一个项目之一。fuzzing 测试它其实就是通过输入大量的无效的或者说异常的数据来评估这个项目的一个稳定性和安全性。那目前这个 fuzzing 的测试已经集成到了 KubeEdge 的就是 CI 里面。那每一个 PR 合入我们都会检测说看一下新增的代码有没有一个安全性，能够及时的去保护这个我们的整个代码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也是CNCF 首个达到了 SLSA 三级的一个项目，待会我也会稍微展开一下。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在社区成立了安全团队 Team Security， 在这个团队里面也是制定了完整的漏洞上报和分析以及发布的流程。那我们可以后面稍微展开的再介绍一下。那我们看一下我们 KubeEdge 面临的一个安全的威胁，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个展开，分别是外部攻击、内部攻击，还有我们的供应链的安全攻击方面。外部攻击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外部的用户或者说外部的黑客从系统外部发出的攻击。那内部攻击一般指的是管理员或者说我们的操作人员使用了一些不合规的操作导致的一些安全问题。那第三个就是供应链攻击。供应链攻击主要指的是我们在使用第三方依赖库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源码或者软件构建的时候可能面临的一些安全的威胁。那我们在看外部攻击之前，可以先了解这个 Stride 威胁模型。Stride 威胁模型它的每个首字母就代表了它所定义的六大类的威胁，分别是仿冒，也就比如说
有的外部的攻击者，他可能会仿冒成客户端或者服务端，去恶意的获取一些私有数据。第二点就是篡改，比如说他去篡改一些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一些攻击。第三点就是 delay， 就是有的攻击之后会去 delay 攻击行为，这种一般我们可以通过审计日志进行一个审计。第四点就是信息泄露，比如说我们用户的信息被泄露了，或者说二进制的有一些私钥被泄露了，那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系统被攻击。那第五点就是拒绝服务，比如说因为被攻击，或者说因为磁盘、存储盘什么被破坏了，导致我们服务器崩溃，然后拒绝服务。最后一点就是权限提升，就是有的攻击者会把自己的权限提成管理员的权限，拥有的权限比较高，就会做一些危险行为。那除了这六大类威胁之外呢，我们Stride 模型里面还提出了一个数据流图的说法，就是右边给了一个数据流图的示意。数据流图它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外部的实体，然后是数据流，还有一个是系统，最后是数据存储。那除了这四个除了这四大类，还有一个就是红色虚线部分表示的，就是这个系统里面可能存在的信任边界。那 Stride 威胁模型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系统去绘制成一个数据流图，分析在这个信任边界上可能存在的这六大类威胁，并且去提出一些安全的保护措施。那我们可以结合 KubeEdge 的架构图来看一下。这张图跟刚才魏欢老师介绍的 KubeEdge 的架构图类似，就是我们基于架构图去绘制的 KubeEdge 的一个数据流图。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数据流图里面标出了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安全威胁的一个信任边界。那我们可以逐个来看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云边通道，那其实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所有的云边的消息，它都是通过这个第一条这个虚线去完成的。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某一个边缘节点被攻击了，它发起对 Cloud Code 恶意的一些就是一些访问，或者说一些修改。那我们所需要做到的就是，我来自某一个被攻击的边缘节点，不能影响到我的集群里面的一个资源，或者说甚至不能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边缘节点。基于这个威胁模型，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安全的加固。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我们云边通道这个地方，我们肯定是使用了数字签名的证书加密，并且使用了服务器和客户端的一个双向认证的一个过程，来保证一个信息交互的一个机密性和完整性。第二点是对于证书来说，我们是设置了有效期的，那过期的证书就是没有办法被攻击者拿来去使用去攻击，而且我们也是在证书的更新的过程中设置了一个自动的轮转机制，来保证一个业务的连续性。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在 CloudCloud 的那个 Cloud Hub 里面，也就是连接云边通道的那个云上的组件里面，去增加了一个节点级别的一个健全，来保证去限制每一个边缘节点它对上所做的一些行为的操作，这样它就不会去保证它每一个节点的一些操作都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边缘节点。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安全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觉得在使用密钥签名证书的时候，建议大家使用大于2048位的密钥签名证书。另外就是证书的话，我们是希望从可信的 CA 里面去获取一个数字证书。第二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Service Bus 这边呢，它是一个服务端，它的作用是向边缘的应用开启一个启动一个 HTTP 的一个服务端。那应用可以通过 HTTP 的一个请求去访问 Service Bus， 进而去和云上进行一个 message 的一个交互。那
这个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很容易受到攻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service bus 这一块部分，我们也是限制了说我们service bus 只监听 localhost 的端口，并且只允许本机的进程去访问，要限制它的服务范围。第二个就是服务器，我们要记录客户端的一个连接时的，要记录客户端的一个审计的日志，这样一个是帮助管理员能够及时的发现攻击，第二个是也是避免了刚才所介绍的 delay 那种威胁，就是攻击之后不承认的情况。第三点就是在安全方面，我们有一个原则叫做默认安全，就是我们系统默认的一个就是配置是一定要是安全至上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所以 service bus 这个特性我们其实是默认是关闭的，在用户文档里面我们要明确的指出来大家在使用这个需求的特性的时候可能存在的风险。相对的我们也是根据这一类的威胁，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其他安全建议，比如说大家在使用相似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严格限制本机的一个权限，限制外部用户的一个登录。第二点就是我们要限制在部署在边缘节点上面的一个应用的权限，只有系统管理员才可以拥有部署特权容器的一个权限。第三点是我们要严格校验镜像的一个合法性，比如说边缘的这个应用所使用的镜像的一个合法性，避免一些镜像存在一些安全的威胁。那第三个威胁是我们的端侧的部分，我们边缘节点是在端侧提供了一个 MQTT 的服务，来接收端侧这边发送的消息，并且向设备端提供一些控制的指令。那同样的，在这个跟 service bus 类似，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存在一些威胁，所以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类似的操作，比如说也是仅在 localhost 的暴露，限制它的接入范围。第二点是除了 KubeEdge 这边内置的一个 MQTT 的 broker 之外，我们也是支持用户去选择一个安全的第三方的 MQTT broker。 那我们也是会在文档里面去做一个提示，就是如果用户说希望使用第三方供应商的一个MQTT 的 broker， 那也要根据第三方供应商的一个安全的策略进行一些加固。第三个就是提供 MQTT 的这个服务，这个组件在 Edge Core 里面叫 Event Bus， 它是通过一些 MQTT 的 topic 去接收或者说去发送一些消息。那我们在提供这个服务的时候，我们要支持，我们是仅支持用户指定的一些部分的 topic， 而不支持一些可能会攻击者的一些恶意的 topic。那我们也是主要做了这三个部分。那除了那从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启发，比如说同样的，在边缘节点的地方要限制节点的一些接入权限，严格的控制它的特权容器，还有要控制它的镜像的合法性。那还有除此之外，我们也是要校验在那个边缘的设备的接入的时候，我们要严格的去校验它的设备的一个合法性。第四点就是 HD 这一边，刚才那个魏华老师也介绍了，那个就是 Edge Core 里面的核心组件就 HD， 它是一个轻量化的 Kubelet， 它跟 Kubelet 一样，就是管理和监控边缘的一些 KBS 的资源，比如说它使用 runtime 去管理边缘容器等等。那它可能在比如说访问 CI 插件的时候会被攻击者恶意的去伪造，那存在着 CI 插件被仿冒或者说被篡改的一个威胁风险。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同样的也是做了一些加固，比如说 HD 它和 CI 的一些插件通信的时候，我们要在本地就是允许只在本地访问受限制的路径，而不是说它所有的路径都可以去访问，而且要由管理员去设置这个控制这个访问路径的一个权限。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最小化这个 Unix Socket 在它的文件描述符的一个权限，来避免被仿冒者恶意的去威胁去替换。那在这种场景下，我们也是
那个除了限制节点的一个接入权限之外，我们也是建议要严格的去校验边缘的一个 CII 的配置，插件的一个配置。那最后一点是我们的 Meta Server 这边可能面临的一个威胁。Meta Server 是Meta Server 是这样，它是提供了一个边缘 Nest Watch 的一个能力，它有一点类似于边缘的 API Server， 因为我们虽然我们有云边通道可以让边缘的一些消息上报到云，或者说接收云上的一个消息，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 Operator 它必须要在边缘使用 Nest Watch 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Edge Core 里面增加了一个 Meta Server 这个组件，提供 Nest Watch 的那个能力。那我们当然相应的，我们在 Meta Server 里面也是做了一个就是限制，就是必须要对证书进行加密，并且进行一个双向认证之后才能去使用 Meta Server， 能保证我们这个通信安全。第二点是我们使用了云上的 Service Account Token， 还有我们的那个 KubeEdge 的那个通过 CSR 获取 KubeEdge 的证书来进行一个证书的校验。那以上五点就是KubeEdge 这边可能面临的五个外部的一个攻击。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再看一下就是 KubeEdge 在内部的攻击上做了哪些工作。刚才也介绍了，内部的攻击主要就指的就是管理员或者说我们的操作人员进行一些不合规的操作的情况下，可能对系统造成的一些威胁。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提供一个就是详尽的一个文档，包括我们每一个组件的一个配置项，它都代表了什么含义，以及可能存在的一个安全的风险，我们都要在文档以及我们的配置项里面详细的提供给我们的用户，来帮助我们用户在部署或者说在操作的时候，它的就是提醒他可能就是一点做注意一些高危的操作。第二点就是秉持着默认安全的原则， KubeEdge 在默认部署的情况下，就是使用 KubeEdge 所有默认值部署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都是就是采用的方式都是比较安全至上的，就是比如说刚才的 Service Bus 呀，这些我们都是默认关闭的，那可以保证在默认的情况下，我们的 KubeEdge 的受到的攻击或者说高危操作是会比较少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希望说在内部攻击上也是希望管理员或者说操作人员要注意，在使用部署的情况下要校验一些镜像的合法性呀，或者说要增强我们边缘的设备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增强的能力。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使用包括 KubeEdge 的其他的开源的版本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更新，来做一些安全漏洞的修复。最后呢，就是介绍一下，除了外部攻击和内部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供应链安全方面。那供应链安全就是说我们在引用第三方依赖库，或者说我们在软件构建和发布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那软件供应链完整性攻击，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面还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那 KubeEdge 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目前实现了软件供应链等级 L3 级的一个标准，能够端到端的从源码构建到发布流程里面进行一个安全的加固，来保证用户获取到的二进制或者说我们容器的镜像，它的产物不可以被恶意篡改。那目前我们也是在 CI 里面去引入了这个 SLSA 的这个防护的一个标准，然后用户也可以通过这个拿到的包去验证，那我是不是这个包有没有被恶意篡改，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L3 级的一个标准。那除此之外，我们在 CI 里面也引入了一个第三方的依赖库的扫描，然后去及时的发现其他的第三方依赖库有没有发布一些安全漏洞，有没有一些高危的版本需要升级。那
这边的一个建议呢，也是说我们对于软件来说，我们需要在构建以及到发布的整个流程中，要实现端到端的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对软件包包括镜像进行一个签名，保证它的一个构建和发布的安全。那我们这边可以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软件供应链安全 SLSA， 它这个 SLSA 主要是谷歌提出来的一个保证整个软件供应链完整性的一个框架，它主要聚焦三个部分，分别是 build 构建 source 就是源码以及Depths 就是我们的依赖库的这三个方面，它要保证这三个方面就是不会去被攻击，或者说它整个的一个完整性。它主要做三个事情，一个就是防止篡改，包括代码和运行环境不会被篡改；第二个是改善它的完整性；第三个是保护整个一个基础设施，能够端到端的提供一套防御措施，阻止它对软件产品的一个篡改。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KubeEdge 现在其实已经是达到了那个 level 3的这个一个等级，其实它有一些就是 SLSA 它设置了很多维度，比如说 build 呀，还有那个provenance 呀，这些东西 build 呀就是构建， provenance 就是它有一个产物，它要保证它所就是它去保证我们构建的这个产物是真实的，防篡改的，不会被其他的攻击者去更改的。那我们其实现在在 build 还有一些比如说 source 等方面其实是已经达到了四级的一个等级。那 SLSA 它主要是四个等级，它的一级要求比较低，它一般就是要求构建过程中要脚本化或者说自动化，但到了三级呢，它就需要去要求源代码包括我们的构建平台都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标准，来保证它的源代码的一个完整性和审计性等等。比如说我们这个刚才说的 build 这个维度，它一级呢它只要求你这个构建过程是脚本化的，但到了三级它就要求你的 build 必须要去构建环境是安全的，并且你的隔离性是就是构建的隔离性。那我们左下角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 CI 里面，我们在发布的流程里面是集成了一个 SLSA GitHub Generator 的一个开源的项目，来帮助 KubeEdge 去实现这个 L3 的标准。它在打包的时候会对二进制包包括镜像容器镜像会进行一个就额外再生成一个 provenance 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会随着软件包包括我们的镜像一起上传到我们的那个比如说 Doc Hub 的公开仓里面等等。那用户在拿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下载到这个包或者说下载镜像的地方，或者说在其他地方获取到镜像的时候，它可以使用右边右下角这个构建的这个过程去验证我这个包或者说我这个镜像是不是安全的。那这边呢简单的就是介绍了一下它那个 SLSA 它这个签名包括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它其实是使用了这个 OpenID Connector 这个OIDC 这个原理，它整个的工作流其实就是签名之后它会把它的文件向 SigStore 这边去存储在这个就是存储在它这个透明的日志里面。那用户在拿到之后就可以使用签名的证书去作为信任方来验证说我这个包有没有经过一个身份的验证，并且说它是不是一个完整性的。那这边这张图就是社区这边目前Teams Security 这边所做的一些工作，它就是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漏洞上报、漏洞分析、漏洞处理、漏洞修复以及发布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我们在漏洞修复之后，我们是需要先通知到下游的 vendor， 给 vendor 一定的时间去处理漏洞之后，再将安全漏洞公开发布，来保证说我们的下游的一些 vendor 不会受到漏洞暴露的一个风险，来端到端的一个闭环漏洞的流程。
那后面还有一点时间呢，也是跟大家说一，就是聊一下我们在边缘 AI 里面做过的一些安全性的一个一些工作。这边这张图呢是我们那个一个子项目叫 Sedna， 它是我们 SIG AI 这边做的一个子项目，它主要是做了一个分布式的边缘协同 AI 的套件。那因为随着云原生的发展，原本的边缘 AI 主要是在边缘推理云上训练，但是通过 Sedna 这个框架，我们可以去实现说我们使用 KubeEdge 的这个边缘协同的架构去实现一个边缘协同的 AI 的一个能力，把人工智能的相关的一些任务发送到边缘，在边缘进行一些推理或者说训练，或者说同时云上也可以做一些推理训练，我们待会也可以看一下一些例子。那 Sedna 它这边呢是主要是包括了三个核心的一个能力，一个是它提供了 AI 的边缘协同的一个框架，它是包括提供了一个边缘协同数据集，还有模型管理的等等的一个能力。第二个是它是支持多种边缘协同的一个推理的模式，或者说训练模式，比如说协同推理、增量学习、联邦学习、终身学习等等。像联邦学习就是比如说协同推理，它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边缘有一个浅模型，在云上有一个深模型，那我们在边缘也可以进行一些推理，但如果说边缘推理存在一些难力，它的置信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推到云上去进行一个推理，那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一个提升我们的一个推理的精度。那除此包括呢 ，Sedna 还是一个开放生态的，它支持业界的目前一些主流的 AI 框架，比如说 PyTorch。同时，我们也开放了一个接口，能够让开发者快速的集成其他第三方的一个 AI 算法。这边呢就是联邦学习的一个边缘协同联邦学习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的开发者他可以去部署一个把算法部署在边缘，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用户，他对安全性的要求比较高，他不太允许数据传送到云上，那他我们可以在边缘通过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把我们训练完之后的一个知识，而不是说把原始的数据上传到云上，在云上作为一个知识的一个聚合，通过知识聚合来产生一个新的模型，发送到其他多个边缘节点上。最后这是我们一个在工厂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使用边缘协同联邦学习的一个案例，它多个厂区它有不同的会产生不同的数据，但是因为数据的隐私性，他们这些厂商并不愿意把这些数据上传到云上，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边缘上进行一个推理，并且我们可以对这些推理的结果数据进行一个提取，进行一个加噪，然后在云端去用我们的聚合算法去做一个聚合。那右边也是我们这个案例达到了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们发现，当我们使用那个就是结构相似性指数小于0.3的时候，我们这些加噪的加噪表征就推送到云上的这些数据，它是不能恢复成原始的隐私的数据的。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边缘协同的联邦学习，我们也是把边缘的一个资源的利用需求量降低了50%，同时我们也把云边的一个通道的云边通道的一个通信量也降低了90%，因为原本我们边缘需要上传原数据，而现在就是只需要去上传一些处理之后的一些模型的知识就可以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介绍，感谢大家的聆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 KubeEdge 安全上面有没有考虑过用那种TE 的模式，就是硬件支持的安全，或者说是用远程证明的办法来解决一些？TE 这个我们其实还没有了解过，是主要是针对硬件方面吗？对对对，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包括
这个 IoT 测可能也有一些安全的考虑。嗯嗯嗯。那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包括把一些敏感的数据放在 TE 里面，或者说是通过远程证明的模式来解决你的这个端测节点被 hack 的一些问题。啊，对，其实这的话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基于那个硬件级加密芯片的这种方案，就是比方说就刚才我提到嘛，就是说它有一些因为你的边缘场景上面，一方面你要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大威胁，就是说我这个节点你这个你可能拿开了是吧，你里面你可能它 hack 进去然后加东西然后再接入，以及它那个通信的加密，那么这些其实我们有一些就基于芯片级的一种，就类似于比方说像我们现在我们手机以前使用那个网银一样，我们可能用一个加密级的一个芯片给它插入一个可插拔的一个类似于一个 U key 一样，那么这个 U key 呢，它就是说对整个框架对整个系统都是零侵入的，但是它可以对这个通信进行加密，然后甚至可以实现这个 Kubernetes 就是跟 KubeEdge 云边之间的这个token 以证书的以及这个动态轮转，因为它默认的话 Kubernetes 的那个证书轮转周期是24小时一天，那么意味着你这个威胁可能会在24小时这么长时间内都会存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硬件加密的机制手段，可以说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自己去设置它那个证书 token 轮转周期，比方说1分钟5分钟，我只要这个 UK 一拿走，那么5分钟以外它就再也不能接入了，那么我们在云端也能够实时感知到，就是说我这个节点它可能是这个 UK 丢失了，那么云端就会自动去做一个把这个节点做一个驱逐动作，那么我这个被攻击的这个 node或者 device 它就再也不能跟我这个云中心进行通信了。好的，对，哦，好，谢谢。这是一种就是一些商业化的解决方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刚提到那个联邦学习，那你们那个 edge node 就做一些数据处理，它大概是一个什么能力级别的？是一个 M 核的一个小 CPU 吗？还是这个其实是要看你实际应用场景，因为边缘的场景它就是说它的边缘的算力是可大可小的。其实我们以前也把边缘的这些节点分成两类，一种是我们称为是一种一种是就比较胖的一种边缘，比方说它本身的算力很强，意思甚至现在比方说我如果根据地域的这隔离的原则来区分的话，它这个边缘节点有可能就是一台甚至是可以是一台 H100 这台服务器，它算力可以很强，对，但是它可能跟我中心可能网络可能不一定是那个双向通信，它可能是单向的，有可能是因为 KubeEdge 本身就是要求你的网络是单向就可以了，我边到中心通就行了，我不需要中心跟你边缘去通。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刚刚您提到的，它可能就是一个 Edge Box， 它可能就是只有一核 CPU 这么小的，对。那么首先 KubeEdge 它支持这么一种部署的这种形态，另一方面的话也要看你这个模型本身它对这个算力的要求，对，它可能是需要GPU， 也可能是需要一些 NPU 等等，对 DPU， 对，都能支持，对。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有没有其他问题？好，如果没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对，感谢大家的这个过来听。我们那个 KubeEdge 这两天还有其他的一些 session， 如果大家对 KubeEdge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今天下午5:15的KubeEdge 的 maintainer track， 它可能就是会对 dog sig 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